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哦，啊，就是阿斌哦，准备一个 special 要予你哦。啊，迄人客坐椅啊，哪会无去？啊？阿母 ，special 来啊！好好好，嘿嘿嘿，好好好，嘿嘿嘿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，大家好，我是 Lucky。恁是咧创啥？阿母，迄人人人若是要健康，爱多爱迄个。啊。哈哈哈！爱多爱加叮当，对，加叮当。恁咧变高人啊？哇哩呀！我要叮当啊，就是爱穿这纸尿裤哦，啊这好拉提，超服帖，穿起来轻轻松松，不外露啊。嘿，那是穿了这个纸尿裤，你的人生彩色变乌白。就这，嘿，你讲多半，乌白变彩色了。飞机吼，你穿纸尿裤哦，就是赞。哦，赞赞赞赞哦！啊，而且外口若穿裤吼，都看袂出来底有穿纸尿裤哦。啊，当然。啊，即摆吼，都为恁来展示今年哦上厉害、上时行的纸尿裤穿搭啊！好拉提，超服帖，吼吼吼，好像他，没错喽，说不好。哇，赞赞赞赞赞赞 ，uncle uncle uncle。阿伯，啊，你是不是感觉哦，穿纸尿裤袂歹？嗯哼。笑。这妈要怎啊？妈，看起来敢是生气的呢。哎，伊若真正生气哦，早就离开房间的啊。啊，哪会哦，看到规个拢刷得走。啊，你是毋是爱去关心一下？我用这种方式表演，也是无想要给你压力啦。啊，若是你看了无欢喜，你会当甲我讲。阿母，迄人食老哦，本来就有各种的毛病。啊，闪尿哦，也毋是啥物见效的代志啊。啊，我细汉的时候嘛，常常喘尿，啊，有时阵哦，会放屎放咧裤底。啊，迄阵你嘛拢无甲我笑啊。迄因为哦，迄是真自然的代志。啊，就亲像你即马食老安尼同款啊。可能哦，要过去的代志已经拢无印象啦，甚至哦，也毋知影我是谁。不过，你为着要甲阮青勇大汉所食的苦，我拢记甲真清楚。
母，这么晚我来照顾你，我绝对袂放你一个人。我会亲像安尼，哦，陪你穿纸尿裤，陪你慢慢啊行路，甲你做伙面对无法度避免的退化，就亲像你当初陪我面对这个世界同款。我惊的，我穿安尼，别人会甲我笑。谁若敢甲你笑吼？我著拍到伊叫唔敢啦。啊，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哦，你保护我同款啊。敢真正足好穿的？我保证啊。好穿甲吼，你会唔敢脱落来，就亲像我即摆呢啊，啊！好啦，啊无吼，我穿看卖咧啦吼。妈，我嘛陪你做伙穿的。哦，啊，你这人来拢咧偷听是？哎呦，有什么关系啦？阿母答应就好啊。啊，咱买到卓姐姐纸尿裤战队，四个出巡。路